我就想跟你敲个警钟，时间观念重要的很。是是。干你们这行的，要是老迟到，别的客人肯定会投诉你们的。投诉？这就是你开的车？哎，就是这辆。不对吧？我订的应该是辆商务车呀。 什么商务车？我就知道，你们这地陪网上承诺做得好好的，一见面就打折。我告诉你，车必须得是商务车，酒店非五颗星的我可不住。你耽误我时间，你怎么弥补？丁了了。你是？江凯。 专心开车。那个江博士，今天实在是不好意思啊，让你等了这么久不说，我还把人给弄错了。主要是之前我舅舅说你是他朋友，所以不想着舅舅的朋友，怎么着也得40个。没关系。来，所以江博士，您是自己来江夏这边做项目，有没有熟人？ 要不我回头带你去逛一下。有熟人。这还怎么往下聊啊？放首歌缓解一下吧。江博士。 请进，您穿这双吧，新的。打招呼啊，杵着干嘛？啊，江博士，这是我弟丁满。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江博士，我带你参观一下房子吧。帮江博士把箱子拎上。 给我好了。让你接舅舅朋友，你从哪给我拐来个这么年轻帅气的姐夫啊？江博士，这边走。厨房呢是半开放式的，比较方便，设备基本也算比较齐全，你直接用就行了。 还有这个冰箱，上面冷藏，下面冷冻，很方便的。厨房这边大概就是这样。啊，我们去看看客厅。客厅这边的话，我们专门放了绿植，想着对身体比较好。您看这个电视，它是高清的 4K 画面。听说咱们有什么想听见的，咱们不就准备了？江博士，你别介意啊，我姐她就是这样，啰里吧嗦的。去热饭去。 凭什么呀？一、二、哎。客厅这边呢，差不多就是这样。咱们去看看卧室吧。